三中全会强调，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，要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，决定提出五个重点。首先，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。第二，亦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。第三，要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，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。第四，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，巩固提升香港国际地位，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，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。最后，是要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。